第十一天的早上，小白的早餐可有胃口了。昨天晚上放的半个那个 scoop 的干食给吃光了。人家是现在长，在长大，那个胃口可好了。哎，你看呢，慢慢是不是就可以吃那个那个大盒的那个猫食了？哎。你小白，可逗了，可逗了！哎，早上一喊就出来，一喊就出来，一喊就说：“小白在哪儿啊？”小孩叫：“喵。”